早安，我们国庆假期要去大西北环线，10月2号到10月9号。然后因为我们国庆太晚订车票了，所以我们必须先去兰州住一晚后，然后隔天早上再到西宁。然后我们大西北环线的路线大概就是从西宁出发，然后沿途进入青海省，然后再从甘肃省回到西宁。现在在等车了。你的食物很老人哎、欸，哇，这什么野枣？冬枣啦！你快点拍他手上的枣子。是哪里老人呢、啊？真好吃。终于到了，搭了9小时的高铁，屁股差点烂掉，超级累。6点的时间，我们等等要搭6:40的车去西宁，是因为我们买不到车票，所以我们在兰州住了一晚，然后搭最早的车去西宁，跟包车师傅会合，开始大西北环线。到西宁了，这里天气有点冷。没关系，谢谢。颜色你喜欢点点吧。没事。我们现在在塔尔斯。有比较好吗？有一点点。要再吸几口吗？不，留着。真的吗？没关系，还有不够再买就好了。有敌人？什么？来到青海湖了。青海湖是大陆最漂亮的湖，绕完一圈要400公里，是吧？有知识吧？400。好吃的，对不对？你太可恶了吧！你应该帮我拍了一张照片，然后现在吃它、欸。很好吃啊！海上蟑螂哎、欸。早安，现在是早上的7:30，然后我们第一站
要来查卡盐湖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早来这边，可能司机是怕很多人吧。我们在查卡盐湖，超级漂亮的天空之镜。很多大妈或小姐姐都会穿红色的衣服来，就像这样。他说等一下要去翡翠湖。哦，翡翠湖也很漂亮。然后要住在大彩蛋。哇，大！我们要离开查卡盐湖了。奶茶、咖啡、热。六个小时的车终于到了大彩蛋隔壁的湖翡翠湖，其实这里就是小型版的天空之镜吧。带点盐巴回去给你们当伴手礼。波光粼粼的湖面总是这么的优雅。今天是第三天，我们现在在车上要前往，反正就是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敦煌啦。敦煌好像到敦煌就会到蛮久的了。Where we are？南八仙啦，应该喜憨儿欸。这我一定要讲一下，我室友一直逼我们在这边拍奇怪的影片，重点我们还很配合。最尽量把我的手定着。眨眼，眨眼，眨眼，眨眨眼，哦，眨眼，眨眼。现在在最美公路，但是今天天气很不好，所以就这样。然后这边车速很快，大家拍照要小心。最美公路。
概搭了两三小时的车，我们到了阿斯克塞石油小镇，然后刚才中途还遇到下雪，超漂亮的。踢一下脚，踢一下脚。我们现在在阳关，就是王维吟的那首诗的阳关，你们是不是没有吟过那首诗呢？我现在来吟给你们听。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，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啊，无故人。塞了头啊，那只就没工作，就在那。喜欢在各种建筑物上面别上 LED 灯。早安，现在是早上的八点多，我们来月牙泉，要骑骆驼。茫茫的骆驼。小心死了，你不要公布拍照。好了。骑完骆驼了，骑骆驼的感想就是，我觉得 BB 很痛，靠背哦，真的很痛哎，就一直咚咚咚。然后他们超乖的哦，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师傅的牵绳掉了，就他们全部竟然自己停下来，超乖的，好像听得懂人话一样。这个从电脑桌布哎。我们现在要去。月牙泉，下午来莫高窟，然后这都是要提前一个月预约的，然后有 AB 路线，我们就是预约 A 路线，然后学生票的话是147人民币，其实有点不便宜，学生票已经半价了。
欢数字电影，而且我刚才一直以为数字电影是有用数字形成的，就发现是这边的叫数位，干超无知的。然后现在搭车来参观莫高窟了，我们要去听讲解了。讲座啊，讲解啊。那一个一个小门都是一个一个洞窟，然后因为里面全面禁止拍照，所以我就没有拍给大家看了。可是讲解讲得非常的仔细，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值得来听。老人都要跟石头拍照。敦煌夜市。我在对齐好不好？你就把它叠在一起啊，你把它两块叠在一起，对，然后从中间切，它就变十块。不然它会变几块？你看一下咱们今天千千千千的一大串，家家都要，还不是不想吃？放心，别吃大饼，我家有肉，这个好吃。坐我家边吃边玩边拍嘛。我吃素。来嘛，顺便吃呗。吃嘛，美女。吃什么？推荐大家来敦煌夜市的时候来这个区域吃饭。一个叫瓜州的地方，反正就是很多哈密瓜的地方，来这边光吃哈密瓜就对了。你干超点了，你那个喉咙会锁喉哎。这里还有卖牦牛肉干，好硬的。Hello， 我们从早上七点多中途停的瓜州，然后现在是三点。我们到达了七彩丹霞，总共大概500多公里。这里还可以搭直升机游七彩丹霞，超帅。那我们很穷，还是搭游览车就好。你先回头笑一个。超级突然，觉得这里很漂亮。宝贝平安老读册哟，青稞酒哎，哎呀，这青稞酒哦。酥油奶茶，糌粑。藏族人哎、欸，哇，大口吃糌粑哎！我刚才是以那种比较硬的心态来吃它，软的，好软哦。是不是就米粉的味道？哦，我不喜欢。Good morning， 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们现在在酒店吃早餐。这是饭店付的早餐，非常的丰盛。那行程就是一路回到西宁，然后沿途下车看美丽的风光。师傅竟然给我停车下车买水果，不揪哎、欸！我要买给你吃。真的是向日
看到这种。我也是，太扯了吧。好想摸它哦。哇，你可以试试拍马屁。拍马屁。土拨鼠，谢谢，好吃。我们一碗一起喝就可以了，谢谢。一碗就够了，谢谢。一碗就可以了，一碗不够。很久没看到高楼大厦了。对。拜拜。绕了一圈大西北，我们回到了西宁，是我们的起点。也是我们的终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饭，明天才去兰州，回北京啊。是哦，没有啊，大西北起点是西宁。西宁孟加街商圈，来这边吃晚餐。土火锅，那这个好吃，那个比较方便喝，为什么你不买另外一个？动车去兰州，然后再从兰州回北京。今天一整天就是搭车，然后大概晚上十点才会到达北京，超级累。飞扬提醒您，北京西车站就要到了，下车的。